其实你适合唱刚才那位选手唱的歌，心醉。心醉啊。嗯。少喝二两。那我给你停唱两句，中不中？是你让我心碎，让我开心流泪。你唱这首就好多了，真的。那有可能是选歌的时候选错了。对，你看看这个选飞天，明显的感觉喝多了飞不上去。啊，是飞到云缝里了。说的非常对。嗯。他今天来唱歌之前肯定喝了不少。啊？中午喝了几两啊？啊，没喝。哇。喝了。那一大能看出来我喝了啊？你唱的都是醉了。咱且不说咱的嗓音怎么样啊，咱站到台上要立得住啊。我要不要给你站个军姿啊？要不要给你站个军姿？好，站一下。在什么？站军姿。站军姿。好。哎呦，没想到还真是个名啊。我告诉你，本跟吹了，在学校我后来也训练了几天了。好。来，这位喝多了酒的站军姿的同志，来，请过来。不是，你好。刚才我和赵三老师在你的身旁伴舞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有没有群魔乱舞的意思？哎呀，那感觉就像木头桩子不存在。你怎么眼睛睁不开？就当是空气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当是空气是吧？啊，心态非常好。喝了舌头有点大，我听着。反正不知道喝没喝，反正唱的像喝多了。那不是拿什么奖品啊？您唱的时间49秒。哎呀，您将获得由江海集团提供的福来士饮料。谢谢啊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。谢谢您到台下。全民娱乐，对酒当歌。亲爱的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南电视台第九频道联合东方新报主办，由爱德森电动车全程赞助播出的大型广场百姓秀《对酒当歌》。那么我们今天安阳市的这一站呢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咱们栏目组一直流行一句话，叫做“哪儿都有你满场飞”。所以说呢，我也希望咱们的选手们呢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哪儿都有你满场飞，来到我们的对酒当歌舞台上，展现自己的实力，展现自我。所以说我们期待着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尽情的展现自我，释放自我。没错，拿走大奖，拿走我们的电动车，甚至拿走我们的汽车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